小编今天早上打开 WNNINVNAN 官网的时候，它是下图这样的，是不是瞬间感觉官网一定是被黑了呀？又不是愚人节，没有看新一期节目的亲故们肯定都会这样觉着的，但是官网没有被黑哦，这些名字和照片全部是按照金中国的意愿换搭。 X along 等于 all my current 星，哎，金中国咋回事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为了庆祝 WNNINVNAN 开播八周年，节目组准备了一个超级刺激的死丑我的八字竞赛游戏，获胜者八日间可以将登记在大型门户网站，中科成员的名字和头像随意更改，是不是超级有意思？游戏开始前，成员们先试着给其他成员起名字，其中刘在石给金中国起的名字叫小别扭，洪真英男友。刘在石还说，要是叫洪真英男友的话，要把金中国的照片换成洪真英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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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另外，刘在石还给李光洙起名大高个，宋仲基你站住。同时，刘在石觉着李光洙叫鱼这个名字也不错，理由是鱼这个词最近经常被搜索，让李光洙也借个光火一次。虽然李光洙听后很无语，但是刘在石却说，哥这是要把你打造成明星啊，品牌评价指数靠这些会得到提高。然后无奈的李光洙听了后说，别的不管，刘在石这哥要是获得第一，我无条件第一个要拦。金中国给 HAHN 起的名字叫洗涤身份，金中国说是因为 HAHN 将过去完美起劲了。然后 HAHN 开始反击金中国，给金中国起名叫隐恩惠，听后的金中国哈哈大笑，成员们开心的起完名字以后就开始游戏了。游戏的最后，台上只剩下是灿跟金中国两人对决，最终稀里糊涂的金中国获胜，所以给成员更改名字和头像的大权就给了金中国了。游戏结束后，节目组立即按照金中国的意愿更新了成员的名字和头像。目前我们可以看到，除了金中国本人没有更改外，其他成员最终更换的名字和头像是这样的：刘在石、长的丑的哥哥石时镇、陆日李光洙、重击朋友又昭民、全都陆志孝、千城林世灿、金中国粉丝 HAHN、洗涤身份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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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编实在是忍不住了，真的是太好笑了，会玩还是无理，金中国会玩。另外，不仅节目官网，其他的大型门户网站也会在经过审核后进行变更，真心期待 Naver 等搜索网站的变更结果呀，大家觉着呢？